蝴蝶传毒之事，早晚会水落石出。谁若自以为高明，使手段心机害人，最终只能害了自己。皇娘显然是怀疑上皇后，为了保护皇后，不敢追查下去。姐姐，难道你真的就不想再见皇公子了吗？想啊，也不想。姐姐，他再次受伤害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多情皇妃董小宛在中视。